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Halo, good morning. Halo guys, kita lagi mau jalan-jalan ke Bolang, ke pasar. Kan doa aman.你知道家裡面等一下如果有一點感覺你你你都買東西先吞下去啊。我在那邊啊。應該不會再去點。我等一下7點。我可以買個買東西的。那行,我們這個7點,然後7點半才吃另外一個那個位啊。我變成8點多才去,8點多的。 那个熟悉没有熟的东西还有冷冷的东西不要吃，没有吃，刚刚好的时候我们哎呀最好像以前这样哦，不知道这到什么时候有了有多有了有问题了，那个我去我就成都了，现在没告诉怎么样啊，他现在应该比我们好，也还是不好，比我们好。 为什么比我们好？我们其实现在也是跟很多国家好，是吧？只是我们本来太好了，你明白吗？然后抬头抬爽了。因为发生这些事情，最早是在就是中国开始，全部在那边先，我们这边还比较。 大陆呢？大陆最第一开始嘛。我说大陆现在 OK 现在他们也没有报啊，怎么样？没有报人。啊，希望大哥工作那在那边有安全了，他晚上有。啊，他也不知道晚上他有乱跑的。太好了，他现在可以好好睡觉在那边。 昨天都连打工仗哦。家里有话就怎么说？不要跟大哥压力，他现在是刚刚工作，他自己有压力。然后我都告诉你，你如果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大哥，你帮我这个那个，你动了哈，他一点点问题，一点点事情都烦了。 因为他的心情你知道吗？不是不是像我这样还要等一下过的。他跟阿公，不来也还是来，一点点都不爽吗？不爽吗？他也糟蹋点我，所以我昨天就没讲。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啊？你跟我讲，你不要，我一定跟阿妈也很直接跟你讲，家里有什么压力，我们过不了再跟他讲，我们可以过渡，我们自己解决啊。不要一点点跟他跟他讲，我们这边。 他压力大，他也刚刚是不是在现在已经可以工作，对于我们看到他已经好好的，我们给他的面子开始好不好？不是这样，他现在想下面很多人啊。啊。
是要翻的东西照它不是很好的，它都不喜欢听到反的东西，懂吗？因为他工作已经很重了，又要做又要管，感觉在是。但是我感觉比较好啦，晚上之前没有上这个工作，但是现在到晚上也可以，早点回家就算了，是吧？他在外面的话，晚上他还得工作很久啊，那个因为他跟那个美国。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步骤啊，而他没有自己的话，不是自己妈妈爸爸，他不可能马上坐飞机的。所以我自己他不在，我自己也还是有压力啊，因为我可能有担心，我跟阿公这样，他一直说压力啊，那你就要怎么说？为什么妈妈没有啊？男生就是有压力，但是我的压力很大，所以读书也是差一点的，但是。还有，我现在是，我现在是二类，我又不玩那个，我也有压力，我真的觉得打个讲话。你可能好像给你的学校两百就打这个东西。那个有没有这么大？那个是刚好嘞，没有很大吗？那个里面是三个房间的呀，一个客厅。没有，很大是土地外面的吗？对啊，那边的经济状况不错。是哦。三个小孩只有三岁呢，那你在哪里？啊，你在这边，但是你在那边，哎呀，不用啊，我就在那边走路，有点晒太阳的。有旁边有，你我在那边那边比较大。放在地下，不要了，我放在桌子，放在我们的那个桌布呢，让它干了，晚上哦，打开干了呢，才用放进那些。因为我寝室我它已经有包到 plastic 嘛，那个阿妈已经弄到好了，对，所以我不还有我先炒菜可以炒，我先炒。所以那个咖啡店都是很。上面一点点啊，不行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呢？然后以我心，他们也没有很以前很多人，他们买不完啊，没有，可能他爸也停下来啊。我才买乌鱼两片，跟蟹鱼两片已经80块了，是吗？可以咯，我上次不是每次跟隔壁阿丽丽买都买到了，还记得吗？160，我还记得。什么给阿平阿姨？粿条、鸡脚。因为我们没有车，如果有车，我就出一点点送给他了。那个车才可以，没车的话，所以你也不要跟那个鸡脚没有车，他也等一下。我有车就方便，可以早餐的话，过去是吧？不是很远。晚上睡觉都可以送给他，像炒米粉。你还要花这么多钱？等医生，你每个月花太多，哇，惨了我。他会上厨房的东西。
贵还是蛮贵的、啊。你呀、啊、妈，我买东西三八线都要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在讲是物贵不会贵，哎呀，对外面都很多人没有工作了，拜托。哎，那个盖也还是放置啊？那边呢、啊？盖放置啊那边？哎、啊，谁那个？他啊，我那个大型牌，旁边那边。应该两个放对不对？看起来像小小的。哦，现在不小了，所以斜线改变在房地产上。我们的也是斜线，我们那个朋友他有说的，他那个说的那个是八个点，三个房，那有一个是郊外啦，你到当地是新区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有住过那边的，但他哦，在那边没有人去买，那个特别就大片，我看到这么喜欢的，比我们的还大。不是他直接停在那边了，不是他给人进，我看到一个人进去，有人进了。给你卖，阿妈你卖票没有中？你上一次卖票没有中？阿妈你要坐这边了。你买的昨天的，我买三天的，一样好吗？嗯，差一个字。他们有买就中，那个时候你也跟着买了。我跟着买都不会。我以前跟嘎嘎是好玩，我常这一年的时候给他开心玩。好了，我跟买了，我买两份卖多少？我有意思，两块，买大跟小 OK 啦 ，OK 给他开心啊。我们两个 OK 了，他好像没有中过，没有，我又没有中，他好几多好几只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讲的蛮好听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整天中，你看整天开着啊，就我的门开了，我的车我已经中了很多次，都没有中奖。还有我的手机号码，还有我的以前加你的那个加你的电话，两次都奖，让我买不过。如果像你这样买。什么个大哥念的？他那一次他跟我退掉，不要。他那一次说，免过了，我买一个干的。那个干很好吃，我有吃过那个鸡肉啊。我买过一次啊。有，我有吃过，然后上面放鸡肉，然后撒黄瓜。不过我买那些中的那个香菇哈，才10块钱呢。我香菇还有很多，不过我没有学的。阿妈那边旁边那个，可是哦，阿兵阿姨的家什么都有啊，他什么都没有放。你没有看到他冰箱哇，沙的烂焦啊！妈妈说你买到的冰箱了？不会啊，不会笑啊，很大，但是里面很多东西啊，又跟我们差不多啊，一样啊。但是他东西可能啊，整理冰箱也还是很大的时间，很多的压力。他自己一定不可能。这东西都买，一般都在家里三都吃了，饼干呐，买片呐、啊。我吃了饼干的。反正我买东西，我讲东西好，或者说我说有时会讲，有时不讲，明白吧？那我呢，我不会买他的东西，如果你一直说我买，他的意思说他自己不会买的，一定要你买的，这样对不对？都有问题也不用请了，我们可以出东西给他了，他又不会吃很多，他都还没吃过我煮粥鸡的粥呀，还没那个歪歪才有吃，歪歪都说好吃。晒太阳就去楼下晒哦。
贵了而已。我现在要笑我自己啊！昨天跟他接了电话，我的电话在哪里？然后我一直找，一直找租金。哎呀，去厨房找电话，哪里有跑到租房？拜托，这不累你、啊？我说我一直走来走去嘞，我在找电话。你不是用电话跟我讲话吗？我说妈的！我最好笑，刚才我笑你，我自己就笑我昨天。你看呢、啊？这个是大的问题，告诉你。让他自己拿啊，说啊。我有下去啊。聊下去啊。本来我是。谢谢大家。